是婉婉，我是尖尖。他是不是真以为我好骗？沈良辰，你要克制，不能被他拿捏了。重新介绍一下，我云弯弯，千广音乐老板，一个喜欢朋克摇滚，一点也不温柔贤良的女孩。这个背影是云弯弯。你怎么这身打扮？她是我认识的那个温柔妻子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跟踪我？我路过。骗鬼呢？路过。一杯陶醉鸡尾酒。哎，我倒要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样。你的陶醉。我过来买饮料，刚好碰到你。还是怎么没品？你不是参加女团去了吗？看你还怎么编。非得听真话？我骗你的呀，根本就没有女团。这么直接？难道你真要离婚？为什么？结婚3年，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温良贤淑。那些都是装的，你现在看到的才是我本来的样子。你是不是受什么打击了？不然怎么？沈良川，你别自作多情了行吗？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，这3年我一直都在忍让，现在离婚也只是我受够了而已。行。弯弯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我好想你啊。还这么主动。沈哥哥。真烦人。沈哥哥，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特意……谢谢妹妹。川川，看我特意给你准备的生日蛋糕，我妹妹可上心了，非要亲自送过来才行。时间不早了，妹妹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拜拜。哎，姐姐，沈哥哥生日人多才热闹的嘛，我们一起给他过吧。就你这点小伎俩，当我云尖尖白来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川川，你不要怪妹妹，她不是故意推我的。要不就让温妹妹陪你过生日吧，我自己打车去医院看脚踝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我拜拜，小可爱。等你脚好了，就自己回去吧。不要走。在机场说的话我可没忘。你都已经跟我离婚了，还赖着我做什么？做喜欢的事。我岂是？云弯弯，你……我不是弯弯，我是尖尖。他是不是真以为我好骗？沈良辰，你要克制，不能被他拿捏了。他想离婚就离婚，想亲热就亲热，当你是什么？要冷酷，要拒绝他。可是他的嘴唇好软好甜啊。再亲3秒就无情地拒绝他。